上次来看白阿 K， 我就给市长偷偷的讲，我说你要趁着我有这个心，你怎么样抓这个机会，拜托两边大家各自的不要坚持僵在那里，我这三年多了你看还这样的话那就很可惜，那趁着我有这个心，我们想尽办法来解决。我很感谢这个过程，那么市长、议长、立委，那我们政委、部长，这个张副主委，大家一起想尽了办法，就最后就是找这个地，找到最好就是刚好国立体验、台中体验在这里，他用市政府的地，那市政府又用教育部的地，大家都是为了教育，何必摊在那里？那体验要盖建筑物就要市政府同意，那光同意书就麻烦的要死。那这边这个台中市政府要盖厕所也不可以，那以后也要同意书等等麻烦。我就讲同样一个立场，该管啦，悄悄的呀，所以就以地易地，那大家都终于谈好。那中间有差额，差额就给他补足，那就要议长答应我，议会一定要在年度预算里面一次给他通过。好，好，安尼一句话哈，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物，都是公开这样子，私下拢大家拢有尊重，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很好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一块地跟台中体验的那个地彼此交换，差额一次补足，议会保证通过，而且立刻通过。那这方面，我希望教育部文阿底把这一些大家签个协议书，一签好就应该同意书给人家，让他马上进行，不用说啊，都搁等甲你开议会啊。啊，我相信议长的能力、影响力跟所有议员都在这里啊，一次文阿速速可以通过，啊，圆满解决就是圆满进场啊。另外，我也借这个机会拜托胡市长，这个教育部几块铁伞地，也是民间业者，那都也有向市政府申请相关的使用建造执照，不要压在那里。啊，没关系的啦，就一次也都圆满了哈，也都把它解决。所以我也是内行人，你用什么手段我也知道。啊。我很高兴，通通解决，我们这个都没有遮掩的，所以都很清楚。我很高兴今天来，不只是我们解决圆满机场，而且我希望大家都是一个心，让台中市大大的更进步。所以我也是请全力来支持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。这个机场我这里一看，哇，这个 view 这整个情况真的很棒。我希望以市长。各方面见多识广，而且处理事情非常的有远见，有各方面的人文修养，希望这个剧场更好的发展。相信这样子起来后，周边一定也带动房地产市场，一定也非常好。我非常高兴。那上次卢秀燕特别立委特别打电话给我说，你虽然在病床上，他说你把这一件事情感谢到。我有用心，所以我说我一定这样解决，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加油，祝福台中市大进步，台湾大进步。